Bonjour， 我是主厨莉亚。多年以前，为了实践梦想，我独自飞往巴黎蓝带学校进行深造。在当时，你必须远赴重洋，花下百万学费，才能学习到正统的法式烘焙。但现在再也不用这么辛苦了，我和优塔即将为大家打造一堂在家也能学习的蓝带级甜点课。只要常备器具，不受时空的限制，让你用最舒服、最轻松的方式学习法式烘焙。我以多年的教学经验，规划了一套系统化的蓝带甜点课纲。课程将从基础介绍开始，循序渐进，再到初级、中级与高级的甜点教学。另外，我还会额外说明接单创业的各种经营秘诀。不论是初学者或是烘焙老手，都能在这里学到许多扎实的理论与操作的技巧。很多人都想尝试在家做甜点，但总是掌握不了步骤的要诀，不停地遇到各种问题，因此浇灭了自己对烘焙的热情。而这也是我想设计这堂甜点课的初衷。课程里，我会以实作示范搭配食谱讲义，将复杂的蓝带甜点步骤通通化繁为简，美味不变，但人人都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成功做出12款道地的法式甜点，像是法式水滴柠檬塔、戚风蛋糕、蒙布朗、圣诺黑、千层蛋糕等等。只要跟着我的课程走，就能一步步掌握专业烘焙力，品尝法式甜点迷人的魅力。我是主厨莉亚，欢迎加入我的课程，一起感受正统的法式风情，用甜点漫步在塞纳河畔。